好，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八马褂》，表演者高峰、郭德纲、栾云平。这回热闹了，哎，仨人来一回吧，热闹喽，仨人说一回，哎，仨人好啊。我出主意吧。哦，怎么又到你出主意了？别说了啊，唱一回吧。一提唱，大家就欢迎。你看，哎，哪儿说理去？你看看啊，都知道啊，您这个嗓子比较好，好唱啊，但是分跟谁比呀，啊？哦，比他们一般的演员当然是强喽。哦，跟我要一比，怎么样？您这个嗓音稍微差一点，我还不如你。哎，真是这样。你这叫青出于蓝胜于绿。您这俩色儿啊，我这倒是蓝的，我是按着脸色来说的。您这是绿的，你绿不劲儿的。嗯，咱唱一回吧。你得了，你甭唱了。你瞧，这孩子，他那就否定，为啥是蓝人高兴？不知道他，我还不明白他吗？怎么回事啊？这嗓子啊，有您高吗？谁？你比比，你看看，你对了，这能差多少？您说的那是个儿，不是个头，这都成正比的。嗯，比。嗓子不好，嗓子差着，他也不会几段啊。谁说我那嗓子？我那嗓子，说实在，那还了得？别着急，这怎么了？这是他是不知道，你看，他不了解。哎，咱这轻易不露，他这个调门上去了。我这么高的嗓子，我平常能露吗？你露完之后，您一自卑，到后台砸单筒，你自杀了，我们也缺德，对吧？我有这疼儿女的心，嗯。你也不打算干了？可是我呀，唱一段，甭说调门高矮，这段你没听过，呵，你瞧瞧人家，你没听过，您得，您就那三段，什么三段？栾云平，什么三段？你看我说的，您别着急。哎哎，这是，咱不能这样啊！怎么了？灭高人有罪，何况人家就是姓高啊，对了吗？你灭我，你有罪。你听听，你听听，你是有罪。行了行了，别找我了。什么没说我成罪人？碎嘴子，你是个罪人。您真有这讹了金得了，拿出来谝一谝吗？我太得了金，什么讹？哎，我也说不上来了啊！法语还不明白，就你说那个，我太好了，我。哎，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给你唱了一个，哎，流行的，呵，还尖字了啊！流行歌曲，咱们学习学习。当今哎，最不是你这炸着膀子要飞是干嘛？你说有事儿说事儿，怎么了？这是心里高兴哦，最时尚、最 fashion 那个是做什么去了？最 fashion， 你不懂这个，这还有方言，这里头还有那时尚。您看这头型都是八十年代的啊，哦！你管我什么发型呢？咱们好好听听嘛，别着急，都没听过。是是是，注意啊！您唱得唱点那个大伙儿都不知道的，多些流行的，卖卖能耐，流行最前沿的，注意。可以可以，有板有眼，还得拍着唱。哦，注意啊！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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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猫，大脸猫长胡须，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扑通一声，你别拦着他呀！我怕他后边不会。我怎么那么尴尬呢？我不是您唱这我们听过，你都忘了？你小时候还带你看过这盘子这个。说话的净这个，你这蓝皮鼠和大脸猫，这个晚们知道，蓝皮鼠和大脸猫，有事说事，别踢我啊！别踢你干什么？脚下去。对啊，这都知道。那当然了，这是唱吗？您这是放？哎，我说的这孩子就是愣，就是愣，就是愣。我好说实话，你是个愣人，那愣人，愣人你可比不了。这好了，我们就没有没有。多讨厌呢！你看看，我也恨他这嘴快。头一段这叫溜嗓子，你听听了吗？人家刚溜一溜，再来一圈，得溜一溜。嗯，对，嗓子里来了，这乱七八糟东西我得排泄出去。是是是，嚯，好，有那个别说了，太恶心了，堵的这个对不对？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再唱一段怎么样？不会了，好，哦，但愿吧啊，听这个，来吧，注意啊，嗯，就这个吧。嗯，我您这老歇一下钉子受不了啊。好像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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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贝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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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坦克的贝塔，行行行了，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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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跳伞吧，贝，你这人哪，你这玩，你不会，你说不会，你跳伞干什么呀？不是你死去吧？什么玩就不会？
你听过吗？我怎么没听过呀？这是哪个名著的？你告诉他，舒克和贝塔，你都唱出来，你那词儿里有，谜面上都有。行啊，而且您就这两句，您到环岛了是不是？我让你们复习复习，你帮帮忙复习，可以，这都知道，没有问题。俩歌出仨耗子了，你看，八猫图嘛，这都知道，是是是是，哦，哎。哦，行啊你，哦，让人唱，让人唱，哎，注意听这个，哎，你要都起秧子就拦不住了，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保证你不，我等着，事不过三，听这个啊，您来，这是我自己编的，嗯嗯，嚯，那了不得了，嗯，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埋伏下，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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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雷战这歌你知道吗？啊，您可都说出来了，你这虽说没耗子，但跟耗子有关系啊，这歌。下这八毛图，这跟耗子有什么关系、啊？废话，净跑地道里边了。您说了半天都是那高科技的、那新的，这还是你编的？这你祖母还是少女就有这段，你编的？要不我们学不出好呢？这是，你说这话这叫讨厌，我说的实话，这叫气人了。我没看出来，嘿，完了，怎么了？你们能耐大行不行？你早知道呗。你们能耐大，准是别人告诉你的。没我，哦，这里头没我，好啊！你看，打今儿开始不跟你们同台了。那你在网上发一启示吗？他们家有电视，你一个人走，你们俩人走，我不走啊！他有头发，主要你跟他走，生活的好一些。我不走，我们先歇半年啊。就事儿说事儿啊！即日起，我这脱离你们这个社。说实在什么乱七八糟，你连名都说不利索啊！哎，咱回见了。你上哪儿去？打卖冰棍去。卖冰棍箱子吗？你啊，我自己打一个，你管不着。嚯、哦！不跟你们说相声的，脾气太大，得了。你们这说，你们这叫相声啊？哎，对，你们这叫相声。我们这叫什么呀？对，你们这叫二人表。哎，有什么话咱回见。我干别，我卖冰棍回见。你别，你开去。回见了啊！就脾气大，来日方长。我说，哎，把这哎，高老师。哎，这怎么档子事？不是，哎，坏蛋，这不是有事儿说事儿，不行，受不了，别这，不行，不这台是公家的，怎么了这是？你给我脱了，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乱了，这都乱了，这怎么回事？这马褂是我的，你别帮着他，你看他穿的跟内衣似的，是稍微勒着点哈。脱了，哎，见人，你别回见，我卖冰，你别，这不要来，关明来，怎么你揣着冰棍卖冰棍，你揣着他卖冰棍，你卖得出去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说都是。不，你别着急，别着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咱捋顺了说啊。对，咱上套。又过来了。对，你说这，咱上套捋顺。别，咱别着急啊。不是，咱就怕说理，咱捋顺了说啊。哎、对，咱们从头说好不好？好好好。你先唱头一个歌。哎。我怎么又找不唱？不是打那会儿我就乱得慌，你们我已经脱离德云社了。你不是要走吗？走了。你拦着他。他那内衣，他那马褂是我的。连内衣带马褂都是他的，你才穿内衣呢。倒是内衣马褂啊，咱回去，你们俩人掰扯，我掰扯人家不让你走，你别走，马褂给我留下。哦，马褂留下是吗？我往这儿看，我的，你在哪儿呢，孩子？我在这儿的马褂是他的。你别着急，别着急，我回去。你别走，别走，我还有事儿，我那卖羊肉去。你闹着卖什么？又羊肉了？不是有这么个活动？什么活动？你拉倒，听我说。我这马褂，人家栾云平可说了，是他的，我的。这您说清楚，是谁的？嘿，你说什么？这个啊，这东西叫马褂啊。您穿这么些日子，不知道是什么？你胆儿太大了。你说这就这不老合适的这个是吧？挺好的，挺款式啊。你问这个？我是问这个。你问什么？这废话吗？问是谁的呀？这不我穿着的吗？是你穿着的。你问是谁的？那你可听明白了？你管的是谁的呢？那是人话吗？那个人我穿着不就完了吗？这事你穿着的哪成啊？非得问，非得说明白了，就得告诉你。那当然。啊、行，就那孙子的。哎哎，你们哥俩这么吝是吗？啊，我管您叫干爹。哎，你这事闹的，哥俩有事好好说。他不承认你是吗？就我还在这儿呢，你们就这样？你他可不认师傅，他改干爹了。这一样也师徒如父子，你们哥俩团结，我比什么都高兴。那就是那这衣服是他的，我的是他的，给的。你看，
哦，是他的，给他，多新鲜！你到脆上是吧？废话，凭什么给他？人家的呀，人家我给他，他当时他就敢撕了。你死不死啊？他嚼了吃了，爱你哪儿疼啊？这个可是他的马褂，这玩意儿他不能给他呀。那凭什么呢？凭什么？皆因为 这马褂不是在他手里借的，我还也不能还给他呀。哦，这稍微我明白一点了啊，对不对？您说这马褂不是打他手里借的，不是从他那儿出来的呀？那怎么回事呢？跟你这么说就明白了。嗯，那天呢？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啊，叫王月梭，王月波。我替您说清楚了。嗯、王月波呀，给他爸爸办满月。我一想，这你等会儿吧，这不像人话呀，不像人话。他爸爸可都35了啊，那也不对。明年本命年，不是，就是这过生日，对，给他爸爸过，他爸爸快到生日了，给我发短信了，是，我得去啊，那是的，1月19号生日吗？1月18号嘛，对了，哎，对，腊月15，哎，还有一个月。对，提前得准备啊！是，穿个西装不太好看。为啥？我想啊，穿个马褂去，新鲜。对了，过去的礼服啊，讲究人穿这个礼服啊，嗯，现在没有了。对，我就知道栾云平他们家有这个。哦，您都探听来了。我一想，我去一趟吧。去吧，说点好听的借出来。嗯，到那儿啪啪一打门，街里边出了一人。谁呀？我一看看，不是外人，嗯，是他媳妇儿，我们大嫂子。哦，我一问他，说他没在家。哦，我可没走。哎，这啊，这不像人话啊！不是，我还有事儿，我借马褂、啊。你跟你嫂子怎么说的呀？我说那什么，那个胖嫂，胖嫂，哎呀，他媳妇胖，你不知道？哦、您那个，您那小栾那马褂，马褂这有吗？哎，借衣服，给我拿一个。我那个有人过生日，我得去。我们那个王大哥过生日，所以说呢，这三家拉平了一个辈儿。嗯，您呢？借我一马褂。哎，他说行，别忙，我给拿去，一会儿工夫拿出来，就这个。哦，就这件，拿出就这个，这色好看，嗯、就是，显那种肉头。嗯，我说那个，我拿着，我走了啊。嗯，我走了啊。走吧，我走了。他说别躲回来，别喊什么呀？喊什么呀？马褂穿起没关系。嗯，没关系，我嘱咐你点事情。什么事情？你跟这个栾云平经常能够见得着面吗？嗯，我这么天天在一块啊。说相声吗？有个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嗯。他这个人呢，说话在外头啊，特别的不注意。是啊，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下一句，跟外边跟谁谈话呀？一来就让人问住，哦，让人问住，问他哑口无言呢。嗯，没词儿怎么办呢？回来拿我们撒气。嗯，你跟他关系好，嗯，你又能说会道，万一再遇见这种情况，怎么样？他有说的不像话的，云山雾罩的时候，嗯，您拿话给他圆满的这么解答，这点事情托付给你，行不行？我说没问题，这马褂穿去吧，明白了吗？哦，他要云山雾罩，我给他解答，这马褂你以为白穿呢？哦，您很激动啊，对不对、啊？别着急，我听明白，我说说他啊，我跟他说，不是白穿的呀。好了，栾云平啊，这里边有原因，原因他上你们家去借马褂，你没在家。你媳妇儿托付人家说你跟外边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云山雾罩经常让人家问住了回家拿媳妇儿撒气拜托他在外边替你褶着说有个什么马高凳短的不合适的地儿他拿话就能给你弄平了所以穿你这马褂可是不白穿你甭跟我说这个甭跟我说这个啊不行你躲哎你别动手你这孩子你这我你躲我远点、哎、妈妈你等你怎么又过来了好话好说啊啊干嘛你、啊、你干嘛呢、啊、你要干嘛我不侮辱你不你再好了品味有值得商榷啊一朝被蛇咬你说啊那吃过亏就是、嗯、不是你不你要干什么吧、哎、我问你还走不走了啊你还走不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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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走咱就行哎那就行不走我们聊聊天啊太好了好吧去聊去吧哎嗯不是你穿这马褂你注意点我这挺多在意你看怎么你还喝奶哎呀你喝那干什么不喝那、啊、你就注意点印出来的得了好话好做讨厌这人哪是你说说你跟你好话好说哎甭听他的聊天嘛我说话怎么着三不着两了云山雾罩云山雾罩是这样吗哎昨晚咱聊天嗯我说刮风刮没刮刮风了你看没有嗯他准刮风啊是风虽说不大吧嗯那也挺大呀闹天气嘛是啊嗯嗯我们家嗯门口有这么一眼井哦
我们自己喝这水，绿色食品，这叫对身体有好处。家里有钱的马罐不在乎。是是是，我睡睡觉，听这风声，咣当咣当咣当，嚯，风不小啊！啊，推门我一看，怎么样？我们家这井呢？嗯，怎么没了？啊？哎，我一推门，哟，井刮墙外边去了啊！你说这风多大？别说了哈，太大，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这个不是特别像人话，怎么不刮风？这风还咣当咣当响。是啊，把这井刮墙外了去。对呀，你自个儿信吗？我就看见刮墙外边去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不信？我不信呐。有人知道啊？谁呀？你问他去呀。他知道。他知道啊。咱玩会儿吧，高老师，回见吧。哪儿去？冰棍还没出摊呢啊！我上趟苏州，再回来探讨点事情再走。什么事情？刮大风啊！这风一刮起来啊，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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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咣当，把院里这口井刮到墙外头去了。哦，这么一刮风嘛，嗯，把这口井就给刮在墙的外头去了，多可乐呀、啊！这个事儿啊。你还没睡醒呢吧？你看看，这是梦话，你不相信？说睡语，你怎么又来了？脱了，你怎么又脱了？你怎么意思？不说好再聊会儿，你怎么又来了？这井刮墙外边这事儿你不知道？哦，这事儿是他说的？没有，有。你这边去。有，聊会子吧。有，这您知道？这有这么回事啊？是。你早告诉我他说的，这早就有这事。哦，那您解释一下吧。他这怎么回事呢？嗯，他这你不知道，我得从头跟你说。您慢慢说吧，对不对？他这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哎，以后啊，告诉你一个秘诀。哦，知道的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在心里也是病，你这事你问他干什么呢？完了，你不懂啊，对不对呀？什么玩意儿？我不懂啊。我不懂，不才问您呢吗？非得好奇，是非得问，愿意了解，死心眼儿，是死心眼儿。你问什么问题？就是刮风把井刮到墙外头去了，把井就刮到墙外头去了。您解释一下，你说他怎么刮出去的呢？高科技呀、啊！你说呢？废话哦，我问你，问我是吧？当然他有辙刮出去了。嗯，他这因为那天呐，他风太大，哦，所以刮出去了。这理由怎么样？这等于没说呀，我这理由不成立，太不成立了。我这考考你脑子，直俩嘴巴，别忙。不，他怎么就能刮出去呢？哎、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嗯、他皆因为啊，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换句话说就是从前。是过去从前无所谓，无须乎，马马虎虎，打个旗，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我糊涂了，我这。你说了半天一句有用的吗？我说这么清楚你还没明白？你也认为这是清楚的话呀？我从头跟你说吧。哎呦，这您想好了捋顺了再说。我这想怎么表达你能明白。是他这个事情啊，他得啊，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啊。因为什么呢？是谁们家？他们家事儿。这栾云平家的事。栾云平他们家的，你们家还有井呢？你说你看看，他井他怎么会刮在墙外头去呢？可说是呢，他这他那天呐，井里头的水太少了，水少了，压不住，嘿，压不住，大风一来，揉出去了，怎么样？水少，哎，它不是满的，对了，啊，趁个底儿，没分量，拿风一刮就出去了，出去了，那不是井，那是痰盂儿。井在地底下挖的呢？对呀、啊，它这井在地底，它深入人心呢，对不对？还深入人心的啊！深入地心呢？对。这井它在地的底下，哎，怎么可能刮在墙的外头去呢？是个高科技的话题。就是啊，它这个原因呢，我告诉你吧，嗯，它不能在这井上找，哦，它得在这墙上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那墙不是砖墙。这我没听明白，不是砖墙，不是土墙，篱笆墙，什么玩意儿？篱笆墙，知道什么叫篱笆墙吗？您解释一下。篱笆墙就是那个老玉米疖子，哦，老玉米疖子，老玉米疖子，嗯，老玉米疖子跟跳天鹅湖似的，
哦，就都哎，都插在一块儿，就对了，插着一块儿往地这么一杵，嗯，头两天下了这么一场雨，哦，下完雨之后，这个地里头特别的泥泞，是是，把这下面节可就给沤烂了，哦，糟球了，糟球了，哦，沤烂了之后，那天搭着风也大点，嗯，风一大点呢，肉肉肉，风一刮呀，这个篱笆墙啊，嗯，就给它刮进来这么一块，瘪了，哎，找着了啊！这篱笆墙往里这么一瘪，他把这井，他就让出去了。哦，哎、这就明白了吧？呵，他哪知道？就听咣当咣当，早上起来揉眼一看啊，哟，我那井怎么在墙外头了？他这么回事？这不是相对论吗？这不是？他把那井他就让出去了，你看你他在外头了，你这一让我们就看出来了、哦、你让不让？对对对对，让出去了，人家说是这回事吗？是他让的，不对，他把那井啊，他一下啊，你这都像话吗？你真够让的啊，你这都像话吗？你这都很圆满，那井都刮墙，那像话吗？是是，我这说话不是好超劲儿吗？是你超劲儿，我可绕远了。是是是，这没有我完了吧？完了完了完了吧？幸亏有你。哎，咱这马褂，你说这玩意儿能给你吗？不能、啊，对不对？穿，我没让你脱下来。穿多少日子？穿多少日子？穿俩月。俩月。俩月。这可你说的啊？我说的俩月吗？俩月啊。俩月。那、啊、行了，俩月。那咱走吧。别走，别走，我再聊会儿。我请你啊，我请你，咱走。我请你、啊。你甭请我，你甭。我请你网恋。得了。现在咱就走。你别跟他再聊会儿，这先请我网恋了，请网恋的，哎呀，他老，你别老跟他聊了，我聊聊会儿嘛。啊，这个问题是解释清楚了，说话不是云山雾罩吧？这很费解，哎，真有这事儿？是是是，我们家里边不是没钱，嗯，安这篱笆墙，对对对，不安那个砖墙，哦，为什么呀？为什么？为我们家那条狗，我家里狗吃这篱笆墙。不是，您怎么不明白呢？我这脑子转不过来。它有篱笆墙啊，它漏孔啊。对，这狗可以看看外边的世界呀、啊。呵，太为狗着想了。那是，这狗好啊。是是，您介绍一下。藏獒，就很凶恶的一种犬。是啊，熊脸的。我这不懂啊。这值钱，熊脸藏獒。是熊脸的。回家照镜子，你别看我这，看你指那边哈，嗯。熊脸藏獒，这值钱。是是是，80万买这条狗，可你太有钱了。那是，就为这条狗，哎、见天什么好给狗吃。呵呵，哎，这怎么着？这不是上星期吗？啊，这条狗掉茶碗里淹死了。哎，行了，掉茶碗里给淹死了。行了，行了，就那么一条狗啊！别难过，别节哀吧，您得了，家属打理了，我这。您等会儿吧啊！给我心疼。再往回说啊。家里80万一条藏獒，啊，掉茶碗里边淹死了，淹死了，是。哎呀，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是，您这是真的吗？真的呀。这事儿可能吗？他太太，你不信呐？有人知道吗？你问他去呀。我这他都知道。是，我们探讨一下啊。你问，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别走。那放心，马褂。熊老师，不是那个。高老师，我想说熊脸老师呢，那个我不了解啊。他呀是这么回事。您说，他这个一糟球啊，哎，对，行了，他把那井他就让出去。行了，他那井一让，得了，他让会儿歇会儿，让会儿就歇会儿啊。等于是墙啊，那个已经破案了，已经破案了。哦，等于你明白了，理解了，理解了，理解。有新的课题了。哦，赵姐又来了，听着啊，有一只狗，嗯，叫藏獒。哦，据说是熊脸的啊，熊脸咱不懂，80万现金买来的，80个现金买的，什么叫80个现金呢？你不说现金，天顺化现金哦，现金，哎，哦、没听清楚。现金买了之后，这狗非常可爱，但是它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哦、谁呀、啊？就这狗啊，就这狗，哎，掉在茶碗里头淹死了，就说是呢。你吃饱撑的，你看看，你不信吧？没见过中国人，哎，这怎么又搂了包包？你不许这样，你这你脱下拉拉拽拽，你怎么意思？我脱下来，就说好俩月，你不又来了？这狗掉茶碗，你不知道？不，这事儿也是他说的？没有，有，
你问起这边来，有有有有有聊会子啊，我跟他聊会子，这就必须得有。是是，您解释一下吧。有有有，嗯，他这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个事来着？是哎，怎么个事？怎么没听清楚啊？不是，我就忘了。80万买条藏獒，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淹死了。对，80万买的这个狗，哎，什么狗？藏獒啊，造谣。什么造谣啊？你这是个造谣吗？你说的？我造。藏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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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獒没听说过。80万，嗯，买一藏獒，对，怎么这么贵呢？你回家看看家谱去。不是，我们这问问您基本情况。我就说6遍了，藏獒好狗，80万，嗯，买一好狗叫藏獒，对，藏獒是吧？藏獒，姓藏是吧？你什么姓藏？等于掉在茶碗里，把它给淹死了。这是一个课题。他怎么淹死的呢？问你，他是这么回事。哎，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你再说这，我就抽你。嗯，别来这套啊，不行是吧？哎，藏獒他怎么能够掉的？他是盛茶碗呢？技术难题。皆因为他呀，这个是大茶碗，嘿，大茶碗。他就能掉里头。你琢磨呀，大茶碗能大到什么程度啊？大比茶碗大，那就是那都是饭碗了。就是嘛，比饭碗大的那就是洗脸盆了。哎，淋死你就得了。哎，比脸盆再大的呢？那是，那就是澡堂子那池子了。哎，这差不多了。可是呢，嗯，那池子他又不能喝茶了呢。哎，这都是人话吗？不，他怎么这么茶碗？他这个，他这个。这狗爪子它也进不去，可说是呢。何况这么大个一狗，它这它怎么能够掉在里头呢？你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呢？嗯，它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怎么回事？这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咱别一惊一乍的，你是带着心脏起搏器呢是吧？我这是起搏器啊。找着话头了哦，找着话头了，找着话头了，话都有头。提个人你知道吗？哪一位？叫李德林，不认识。你怎么不认识呢？那怎么就得认识呢？说相声有一开火车的叫李寿增，知道吗？知道啊。啊，对呀，就是他，原名叫李德林。李德林谁呀？就是李寿增开火车那个。不，李寿增不就李德林了？他就叫李德林，德字了。啊，对了。哦。后来因为他这德呀，就等于是跟那德呀冲突了。哦。他改一寿，叫李寿增。他师傅让他把这字留下。哦，对了，嗯，李寿增啊，李寿增呢？然后呢，他这个人呢？比较好交朋友，嗯嗯，这人也长寿，是还长寿，今年都100多岁了。嚯，最喜欢的吃是什么？什么？最喜欢养小动物，有爱心。嗯，李德林最喜欢养小动物，是吗？什么都养，比如猫啊，狗啊，哦，这不小啊，啊，兔子呀，骆驼呀，嚯，什么猴啊，火车让装吗？这个，都养，鸡鸭鱼肉什么都养。嗨，这厨子这是，嗯，哎，蜥。哎，蜥蜴也养蜥蜴，哎，好字眼儿，哎呀，喜欢养蜥蜴，哎呀，另外喜欢养草虫，嗯，什么叫蝈蝈，哪个叫蛐蛐，什么叫铃子，哪个叫葫芦，都会，都养这个。这葫芦也算草虫吗？这草虫你得续在葫芦里头啊。我，哦，这是草虫的住宅。啊，对了，啊，今儿我夸过你们家这住宅。哎，远瞧雾气昭昭，我抽你啊！不是，您说的是蝈蝈、蛐蛐啊？对了，草虫嘛，他最喜欢养的什么？蝈蝈。我靠，这个。蝈蝈，哎，往那边指，嗯。您贵姓？我叫范振玉。没听说过。喜欢养蝈蝈，哦，喜欢这个，嗯，那个蝈蝈，好家伙，没见过，是吗？咱没见过，哦，跟那个潘家园买那个不一样，哦，有区别。他买的是大肚蝈，不值钱，嗯嗯，真正好蝈蝈，小肚大翅儿。湛青碧绿，嗯，叫出来好听，声音好，能叫满了音儿，呱呱呱呱呱呱呱，揣着身上跟来电话似的。什么玩意儿？呱呱呱呱呱的，多好，咱学不好啊，哦！这东西好，他也爱，喜欢，嗯，这葫芦也好，嗯，沙河流的葫芦，您介绍一下。沙河有一姓刘的，嗯，养这葫芦养的最好，嗯，都是值钱的东西。是听说过，拿着这东西满世界遛弯去，显摆呗。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来到一茶馆，嗯，坐在茶馆里头。干嘛呢？嗯，喝茶，休息一会儿。哎，要来一壶茶，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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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是渴了。嗯，兑上一碗，搁那正亮着呢。嗯，他把这个蝈蝈葫芦，哎，您现在拿盒子枪似的，这是拿出来了。嗯，拿出这葫芦这么个节骨眼儿啊，这位，栾云平啊，栾云平，嗯嗯，牵着他兄弟，哎，我这，
就那个不像话，人是牵着小狗吗？对，什么什么獒那个，哎，这藏獒，啊，藏獒，嗯，牵着藏獒，大摇大摆来了，嗯，他也好这个，他也进了茶馆了，是，那个李德林啊，在茶馆刚沏了一壶茶，倒出一碗来，嗯，正亮着呢，手里拿着这个蝈蝈，嗯，蝈蝈葫芦，他牵着狗坐对面了，哎，跟这个李德林咋这么一说话，感觉还办了同行。一开办了同行，不，那开火车的，这说相声的哦，办了同行，介绍的真细致，嗯，这有共同语言呢，可以聊到一起了。再者说了，又都喜欢小动物，是是是，研究研究吧。八十万的藏獒算小动物，哎，这李德林这一眼就打上这藏獒了，他就一只眼，啊，对了，拿眼一看，喜欢上了，哦，非得要，愣愧人不给呀，啊？什么叫愣愧呀，啊？就是生要啊。哦，您这里还有外国词儿。不是，人家不明白，这是是是，人不给，那藏獒解释吧，他就是他就给解释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这个好家伙八十多万买的呢，不少钱呢啊，我能随便给你吗？舍不得。再者说了，如果给你也行，嗯，咱俩得换哦，咱俩得换，我还得换一换，我想换换，我这个听着很熟悉，他想跟人换，啊，是是，换完人说拿什么给你换呢？嗯，要不。拿我换，哎，家里养一开火车的，那不像话了，那我也看不见这狗了，就说是呢，哎，拿我这蝈蝈跟你换，嗯，这怎么样？反正咱们这关系也不错，是办了同行，你也不在乎这个，老提着办了同行啊，蝈蝈给你，拿走，这狗归我，行不行？嗯，行，没问题，蝈蝈拿来，嗯，拿来我得打开看一看，是，打盖外行，嗯，蝈蝈刚打李德林怀里掏出来。嗯，得晾一晾，那是热的啊，对不对啊？让它慢慢的变凉了，这叫，哎，那就死了。这葫芦跟外边空气，它之间得有一个热传递。嘿，你听这高科技的话，哎，这是改变内能的两种方式。直接说动物好吧？做工和热传递，不必提这个了。嗯，热传递就是让它把这晾一晾，啊，然后再打盖，这蝈蝈它就不害怕了。是，对，它哪懂的啊？这狗刚递过去，结果蝈蝈怕人骗它。把盖儿拿开之后，里边有个胆子，就那铜丝啊，哎，紫铜的丝儿，拿出来一看，嗯，里边还真有一蝈蝈，可不真有一蝈蝈吗？蝈蝈一觉得外边空气环境不老多一样的了，怎么样？当时本儿蹦出来了，好，这飞贼呀，也不怎么那么寸，嗯，正蹦在那碗茶水里边，哼，茶水是热的呀，是蝈蝈刚到里边不大适应。哦，连烟带烫，嘣儿，哒，这蝈蝈好身上啊，死了！蝈蝈一烫死啊，他可就哭了。哦，哎呦，我这刚换来的，我这大藏獒等于调查碗里给淹死了，这么回事儿？呵，明白了吧？哎呀，为这藏獒没把你累死呀？这还不明白吗？明白了，他这等于他拿那个他换的这蝈蝈啊，这讲的这是这么个道理吗？对不对呀，啊？不，你看这乐的啊！你来吧，来吧，来吧，宝贝儿，来，藏獒哦，藏獒换的，嗯，我您这都是人话吗？太好了，太好了，是你太好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是我给，这么大个一藏獒，好家伙，愣掉茶碗里淹死，是是是，这要不是我，你栽跟头没有？可不是嘛，丢人了不是？幸亏这李，说什么呀？李德谁？李德林，李德林吧，幸亏这李德林。啊，对不对啊，我好，你跟他一交换，你这不就成功了吗？是是是，要不你丢多的人呢？你擦，你看着汗啊！我哪有汗？你擦皮鞋来了。别擦了，别擦了。咱这个马褂，咱怎么说吧？别的不管。刚才俩月是吧？俩月，一年，你穿一年，一年穿到你死。哎，这还不如那蝈蝈呢，这个。啊，这药咽气是怎么着？不，就那意思，就一直穿着，一直穿着。对，我不乐意要你。我这么着吧，啊，我许个愿，我多的还给你。我等，哎，中国足球一出现，我还给你。还不了了，嗯，那就是穿到你死。我说，就是我还想多穿一日子。哥，您就一直穿着就完了。一直穿着啊，你等会儿。那咱走吧。别走，再聊会儿。我请你啊，再聊会儿。滑冰，别走，再走。咱我这才明白啊，是李文林的换的啊，李文林的。李德林，李德林的啊，德林啊，是谁啊？李德林，李慧不是李鹤林，这李鹤林，嗯，这我爱惜这草虫。我听出来了，这个烫死跟烫死狗一样，心里没招没落，嗯，不是滋味，睡不着觉，可说是呢。再加上昨晚上咣当咣当一刮风，哎，更睡不着。你风都是铁路上刮上，
我就这炕上我就烙饼了。你听听，这么有钱睡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就睡不着啊。嗯，睡不着睡不着吧。啊，那也得躺着呀。啊，躺着躺着就听外边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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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动静？蛐蛐，嚯，你瞧瞧，哎，有蛐蛐，我爱惜这草虫了。想吃冰下雹子。是啊，赶紧一开门，我上院里一听，这月份有这个不易了，告诉你。嘟嘟嘟嘟嘟。没在院里，在哪儿呢？在胡同里呢。胡，这个声音很打远儿。是啊，我到胡同一听，嘟嘟嘟嘟嘟嘟嘟，在这儿没在胡同里，在哪儿呢？在北京站呢。哎呀，我到北京站一听，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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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北京站，在哪儿呢？在唐山呢。好耳音呢，你马上我快马加鞭呀，我去骑着马去的，跑着哦，我就跑到唐山了。嗯，到唐山一听，嘟嘟嘟嘟嘟。在唐山啊，在唐山有一小山，那个老地名了。对呀、啊，嗯，在那儿呢。嗯，我捡开一个砖头，一看，还是一块砖头。我再捡开砖头，一看，哟，在这里边呢。我两块砖头就发现它了。是啊，啊，这蛐蛐可太大了，多大个呢？这个没法说，就说这脑袋吧，啊，跟咱这剧场这么大。呼，掏空了卖300座。是，嗯。嗯，这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好家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嚯，这长得有14节火车那么长。这行了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我都替你累得慌，真的是。是，不，这您等会儿吧。啊，不，您说这是真的吗？太真的了，这可能吗？有可能啊。啊，你问他去啊，他就知道，知道啊。胡来吧，高老师，哎，这有技术难题需要攻克，什么事儿随便说吧。有一只大蛐蛐哦。脑袋像这个剧场这么大，没听说过。这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胡说八道。哎呦，这身子14节火车，不知道没有，没有，没有。这可是他说的，我说的，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呢？我给你了，哎，还他了。